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我曾经许下过一个愿望啊，就是和最好的朋友一起租一个房子，一起上班下班，一起买菜做饭，把爱情公寓搬进现实。4年后的今天，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。我们8个人都来自五湖四海，就郑州的、内蒙古的、新疆的，对，新疆的、到处都有。我们一起租了一个大 house， 你知道有多大吗？多大？400来平。哇！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租过400来平的房子，今天也是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，而且有一个巨大的空中花园，你知道吗？梦想中的小屋，还和梦想中的朋友们一起度过。对了，我们家住顶楼。哇、wow. 他们就是比较疯癫的一群人。不要被他们吓到了是吗？和他们在一起就是整天法令纹越来越重，而且就是鸡飞狗跳，家里整个就是。他人呢？你去买东西了。他啥时候回来？我们今天要拍他们。马上就回来了。那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你家吧。看一下家吧，这是我的那个书房和直播间，是不是？唰！哇！怎么样？这也太帅了吧！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。哇，冬天那个温暖的壁炉很舒服啊。是的，然后就是我们的餐厅。哇，这个餐厅真的很大，应该10几个人可以坐在这吃饭的。是的，我们家是有一位厨师的。然后看主卧吧。这是你的衣帽间是吗？是的，这是我跟冻鱼的房间。哇，哎，这个房间好漂亮呀、我们最喜欢的是这里。哇，这是一个单独的小阳台是吗？给大家看一下背后的风景。哇，真美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小池塘还可以来养鱼。我喜欢养花花草草的，在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。是的，然后这个长廊给你看一下。哇，哎，真的，说实话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贯穿式的长廊。这边我们就可以烧烧烤啊，办派对什么的。哇，很棒吧？太舒服了。带你去看我们室友的房间。Hello， 我们家除了8个人之外，还有10只动物。10只动物。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小宠物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的原因。两位男士的房间，但是他们都性格比较像小姑娘，家里面是很温馨的。哇，他们收拾的好好看啊，像这种干净整洁的角落，我是在男生的房间里面没有看到过的。你看，同样的干净整洁，真的收拾的很好。这个你们应该认识，待会儿你们可以猜一下是谁的。哇，看完一圈真的是要累死了。哇，在家里面感觉在走迷宫。哎，要不要把那个衣帽间给你摆张小床？我就分摊一下房租。我就不了吧啊，我其实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群居的生活，但是我很羡慕群居生活的感觉，因为宿舍实在住时间太久了。因为我跟我对象就是更喜欢那种老友记爱情公寓这样的感觉，我感觉应该很多女孩子都跟我一样，就是喜欢大家在一起的感觉，这样什么事都可以一起帮忙，互帮互助。哎，你知道这么多东西我搬了多久吗？我搬家太累了，准备了1周。天天都在熬夜。我看出来了。为啥？你看你下巴上长俩痘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刚抱的，我的妈呀，还有点难受。你要不要弄一下？没事，我晚上用一下雨素就好啦。这个你不是知道吗？那我知道，祛痘神器，应急点都超牛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那个大灯泡是不是？给弟弟买过。他脸上面全是痘，真的。他最近好很多了，好很多了。而且他长完痘的地方用了它之后就不会反反复复的长。我每次虽然说爆痘啊，但是我完全不担心，因为有它很安心。而且没有痘。它里面，对，如果姐妹们里面有反复长痘的方案的话，一定要认准这个黄色的瓶子，雨素大灯泡。我去年到现在已经说了有7、8次了。是的。不过我现在用的跟去年用的不一样哦，它是第2代的一个升级版，1个小时退红，12小时祛痘的数据给你们看一下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你只要睡一觉起来，然后痘痘就好很多了，非常管用。正好也教一下姐妹们怎么去用啊，很简单，一般我都是晚上洗干净脸以后，然后睡前点涂在痘痘上，它里面用的都是不含酸的雨素专研胶肽瘤，这个渗透力非常强，可以快速瘪痘的同时还能很温和，大概等个几分钟沉默以后就可以直接睡觉了。夏天呢，经常化妆闷痘，或者是吃辣冒痘，或者是长青春的姐妹们都可以用，家中常备。哎呦，怎么还没回？这就是我的室友们，一群疯癫的室友们。哇哇，这是乔迁，这是被挤得有点烂。来来来，过来吧，介绍一下。对，他是我们团队的小伙伴。他从130多斤在团队待了1整年之后，变成了90斤，累的。大家可以跟他学习一下变瘦小知识。哦，励志担当。这个是反面教材。然后呢，他是长沙的。哇，我平常没那么的爱好，喜欢帮女生拿外卖，所有的外卖全部都是拿的。我是外。担当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笑天，我8大菜系中外名菜都会做，只要是云姐的粉丝，以后来我们家报家门，免费做饭。哇，做菜担当，我是我们的快递担当，真的，我们所有的快递全是他拿，拆完之后还帮我们按分类整好，放在我们的门口，哇，特别细心。那这一桌我想知道是谁弄的，当然是我们家的男主人了。下面喊出我们的口号：南京幸福家，搬家快乐，永远幸福。朋友是真的可以治愈每一个害怕孤独的人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和你们的朋友永远的走下去。可以的话，就选择同居吧，一群朋友一起生活，真的是太快乐了。